大家请看，这是一个非常出名、历史悠久的水手节的做法，也叫西班牙蛏人节啊。下面请看它的具体操作手法。首先呢，我们把绳子对折啊，对折之后，我们这样再一反折，形成两个绳圈，两个绳圈这样交叉啊。大家看，这样交叉之后，哎，我们这样拉伸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们摁住这里，这样转一圈，手指拉住这一个位置，然后这边也是转一圈，手指拉住这一个位置，我们把这两个绳圈这样拉伸，大小自己定，然后拉伸的把收紧主绳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约式的蛏人结，西班牙蛏人结。